近日，著名男星谢霆锋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自己手的照片，谢霆锋的手已经严重变形，整个手又黑又粗糙，青筋爆出，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，粉丝很心疼谢霆锋。也有人说，最心疼的是张柏芝，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更不容易。最让网友动容的还是这位朋友讲的只心痛二叔的故事。但其实无论如何，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努力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。据悉，谢霆锋目前正在与张学友一起合拍新戏，这部戏有许多打戏，而且拍摄条件十分艰苦。谢霆锋为了拍戏所受的伤可以说数不胜数，甚至说他是除了成龙之后第二位被保险公司拉黑的明星。但他的拼命就是为了更好、更真实地完成作品，这样的敬业精神实在是值得年轻演员们学习。不过还是希望谢霆锋照顾好自己。